b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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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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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ng dong ding blue moon。 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要做最基本的一元一次方程式，最基本的公式就是 y 等于 mx 加上 b， 然后把这个是 x 轴，这个是 y 轴，同样这是 x 轴 y 轴，我们把所有的数字带进去，就是得成两个方式，所以是带进去负五 m 加上 b 等于零，另外一个公式是三 m 加上 b 等于四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当做一，这个当做二，然后我们来一二，把二四减去一四，然后等于八 m。m 就等于八分之三，然后我们把 m 等于八分之三带进去，就是负带到一四里面，八分之三带到一四里面，然后是负五乘以一个八分之三加上 b 等于零，所以 b 就等于八分之十五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b 和 m， 所以把这个带到这个公式里面，就是八分之三 x 加上一个八分之十五等于 y。yes， 谢谢。